千万不要在男朋友面前提前男友。好戏开场了。嗯，我前男友也喜欢吃这个口味薯片哎。他好像不太想理我，假装不在意。哼，我看你还能忍多久。他来干嘛？嫌弃我啊？我没有。喝。我现在又不想喝了。你干嘛呀？这样可不行。我前男友也是这样喂我的。别忘了，现在谁才是男朋友？恋四年的闺蜜弟弟表白后，气氛有点尴尬，我直接跑了。再见到他，他已经挂上了情侣挂件。先试一下。想喝什么？不喝。我最近怎么一直躲着我呀？我，你既然不喜欢，你就直说嘛。你这样我很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嗯，其实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我是想送给你，但是最近找不到你，而且我想说，告白这件事情应该让我来。